很多同学在每节考试的时候带错垃圾袋与带消毒袋，关于垃圾袋与带消毒袋的相关规定是什么呢？像这一款垃圾袋与带消毒袋就是最标准的。那如果同学想要自己 DIY 也是可以的，使用透明塑胶袋配上白色的标签，注垃圾袋与带消毒袋就可以。就有同学说，老师我这样可以吗？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当然是不行啊。